跟你左右啊，前后左右的人打个招呼啊，近距离哈，今天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啊，跟他打个招呼，Hello，Hello，你们好，很高兴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你啊，更看清楚你脸上的样子了啊。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在星期六的下午一起来，在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这时候就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，预备自己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聚会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宣读《使徒信经》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人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祭拜我们的神。Amen，很开心的看见弟兄姐妹，又在经过一个星期过后，我们又回到神的殿中。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，Amen。让我们全心的来敬拜他，哈利路亚。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。
敬拜都归给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好不好？让我们静下我们的心。今天这下午，让我们全心的来敬拜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